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在这个岁末很忙的一整个礼拜，上帝依然保守我们。上帝的恩典看起来是平凡的，但是却里面饱藏丰丰富富的爱在当中。我们这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，谢谢你在这个岁末的时刻待降节期，主，让我们常常经历你的爱，在你的爱中，主，我们也常常思想你救赎的恩典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今天透过这样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主，我们的盼望来自于你，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恩，阿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的，一定是有的哦。特别呢，怎么样？信心、仁爱、盼望，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被提醒的。要有信仰的美德在我们的当中。那盼望的话，如果用字面的意义来讲，就是怎么样子？是一个很热切期待，而且是极度的热切，非常开心的状态下去迎接你所想要的。那每一个人盼望在这里面，每一个人盼望一定不一样。学生有学生的盼望，那在工作职场上的有工作职场上的盼望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讲说，如果人如果失去盼望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子？这个人不论是他的学生或者是职场的工作人，他一定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。我们会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的报章杂志上，我们就会看到说，很多人因为对环境、对人失望、自伤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去胜过那个环境，有的却不必然？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想说，如果我们盼望的信念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确或者是不健康的信念上，这个信念可能会让我们去引领我们，甚至带领我们进入到黑暗，进入到灭亡。那我觉得那个台语有一句很有趣的话盼望的望，忙跟做梦的梦，忙好像是同样一个音那我们可以再去思想，如果说这个盼望、这个忙跟梦想的这种破碎的时候，恐怕就要伤心的崩坏吧。这个是我在那个台南收装备的时候，我们全家有一次在那个路边的小吃店的时候，发觉这一群妈妈很特别他们身上、他们的脸上可能就是刻画着岁月的痕迹。你也可以看到她除了岁月痕迹之外，你可能可以看到她怎么样，她可能有经历一些沧桑、难过的事情。但是他们用这三个把它串起来，去见证他们的店是一个很喜乐的店，在这当中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今天的经文之前都有介绍过这是帖撒罗尼迦的城市，在上方那里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都知道它是怎么样子。它是一个港口的城市，甚至是偶像非常多的那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初代的信徒，不只是初代信徒之外，他们要常常去面临是人家告诉他说你要导正你原本的信仰，他们要受到这样的逼迫。我记得前几个月我有说过他常常受到逼迫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逼迫还是有的，但是呢，他们
去活出上帝的，透过上帝给他们的话，给他们的信念，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知道铁萨罗尼加这个城，到最后上帝使用这个城市成为整个地区福音的出口、哦、可以，他们可以是说盼望中是有喜乐、哦、所以在五章，刚才我们读的五章的23节，上帝把这样一段话透过保罗来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的灵魂体都蒙保守，甚至在5章24节，我刚才最后一段话的是说，那招你的本是信实的。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边坐着，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上帝所选召的。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选召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啊，上帝是信实的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都知道说，他的前面的开始，他其实他分了三段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勉励你要向你这个城市的人去见证，说怎么样子去见证，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信念在我里面。所以你对不信主的人、不信基督的人啊，甚至是这个掌权的人，你要尊重他，要在爱中尊重他，甚至彼此接纳。那像组内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说什么？他的见证是什么？他说你要怎么样子？要常常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而且向众人显出你的忍耐。我们可以说这个信仰对基督、对当时候的铁萨罗尼加城，或是对我们来讲，就是这几个、哦、不以恶报恶，不寻求报复，然后不自行追讨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们的力量、他们的根源是要来自于神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没有来自于神的话，刚才我们所列出来的，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我有神的恩典，我有神的保守，我有神圣灵赐下的力量，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做。哦、那基督的信仰，他有讲到说，他不是怎么样子，不是跟我的上帝做一个交易。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跟神去做一个交易。而是要怎么样子单单信靠他，那在这当中的人，他就会结出盼望的果子出来，甚至在这过程当中，他就会自己想办法洁净自己、坚固自己、带出力量。好，所以他不只是根源来自于神，他还会在这过程当中去结出这样子的果子出来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讲到说，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勉励人啊，要鼓励人啊，要扶助软弱的，是愿意的，是容易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刚才长老他读的，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是要告诉我们是。我们要去向上帝去，向神去见证我们自己。有可能我们外表看起来啊，外表的，可能人家看到我们是外表的生活，但是不一定知道我们内的一切，或是我们生命的光景。有可能我们就像这一群的信徒一样，他们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环境困难、挑战在这当中，但是怎么样？除了基督徒该他讲的要勉励人、不灰心，在爱中尊重人，在爱中尊重，就是他除了像掌管这个城市、掌管世界的人，他向弟兄姐妹，他这里还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，要向神去见证自己是怎么样子的。好，所以呢，
刚才我们有读到这样的话，上帝在基督耶稣底下我们定的是什么样的旨意？喜乐、感恩，还有祷告。我们有可能讲说，我们常听到“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”这四个字，看起来蛮简短的。你会说哦，有一个经文，如果比较熟悉的人，就会比较记得是马约翰福音的11章35节，讲到说耶稣哭了，这段经文是最最短的。但是其实没有哦，常常喜乐，因为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，耶稣哭了，他其实他用的是三个字，而且是比较长的字母，但是在这里他用的是比较短的字母。而且他是很有力的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说世间上有很多的享乐，但是我们对常常喜乐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无所知。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要常常喜乐，可是要常常喜乐容易吗？有人摇头，常常喜乐有时候是不容易的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明明知道要常常喜乐，可是要基督徒要常常喜乐，有时候常常没办法喜乐，还拿这个来控告自己。哎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怎么没有办法常常喜乐？是我看见有人笑了哦，因为真的是，若不是在基督里的恩典，若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爱，常常喜乐有时候是困难的，甚至我们的喜乐、我们的快乐。有时候也会像我之前像我们前面所提到，它是带向一个黑暗，带向一个灭亡。所以常常喜乐在基督里面常常喜乐，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信靠上帝的环境当中常常喜乐，在基督里面常常喜乐，也是显出我们活在他的眷顾之下。若没有他的眷顾的话，我们的喜乐有可能是乐极生悲的喜乐。以色列人从埃及，出埃及到应许之地，他们所犯的罪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发怨言。发怨言，我们有时候感觉，就像我讲的，没有办法在基督里面常常喜乐，总是有时候会抱怨我们所面对、我们所遇到的环境，所以上帝透过这个保罗，他用很简短的、很强而有力的告诉我们：第一个要得着盼望的，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常常喜乐；第二个我们说的是祷告，而且是怎么样子？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祷告。不住的祷告，这里的不住的祷告，并不是指说，我24小时我都要跪着祷告。我想在圣经里面，在经文里面没有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，或者是没有这样的记载来说明我们要这样子的做。其实不住的祷告，它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常常与主相连，我们常常与主。有一个连接，有一个接触，就像我们都知道念过主日学，有人念主日学都知道，但以理他即使被下禁令的时候，甚至那个环境是不允许祷告的环境，但是他有停止吗？他有减少祷告的次数吗？他有把他的门窗关起来吗？没有。我们刚才的问号没有，他能就是继续的祷告，没有停止，常常跟主连接。这是上帝透过保罗告诉我们的，要得着盼望，要在基督里面常常与他连接。那在恩典，我们有可能说，我们可能会在讲说，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？要有
戏剧性的恩典，要有一个我们看得见的恩典，才向神献上感谢吗？没有，他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市他们面临的很大的困境在这当中，但是他们怎么样子？他们向上帝去献上感谢。有可能，一般我们会认为说，有人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会呼天抢地叫地不应的状态，来去回应自己的环境。我们在诗篇，我们都很清楚哦，诗篇的77篇，诗人他们也会遇到一个环境，什么样的环境？诗篇的诗人他们一样也会遇到常常喜乐，我也知道。祷告与主连结，我也知道。但是呢，整夜的祷告，有时候得不到安慰；沉思默想，有时候反而是使我们更沮丧，陷入更低潮。诗篇的诗人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在当中。我们如果有带圣经，可以看77篇哦。但是他有在这个状况下就往下掉吗？没有。诗篇这一个段落里面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子，他不断的去回想，不断的去记忆上帝在他身上，在他们民族身上做的伟大的事情。他在这过程当中，他可能看到的是怎么样子？是上帝他的拯救，他的圣洁性在里面。也看到自然界对上帝的敬重，像昨天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国中生，我问他说，你怎么感冒？他就跟我讲说是感冒，但是我在从这个小弟兄身上就学习到说，他告诉我说他常常感冒，但是上帝都保守他，感谢主。哇，我觉得说哇，这个小孩子或者是这个学生哦，这位小弟兄，他有这样子的心，是知道说他在小事上面，上帝去保守他，保守他的生命，并不是属灵的强人不会遇到困难。在主里面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在主里面，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是怎么样？常常喜乐没有办法，不住祷告与主连结没有办法，得不到安慰。但是最后的人能够胜过、能跨越的是怎么样？他们在他们的心里去思想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。唯有当我们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的困难、我们的环境、我们觉得自以为麻烦的事情就跳脱了。这是诗人或者是比我们更跳脱人，他们跟我们面对的同样的都会遇到的事情，但是却有不同的反应在里面。有可能我们会认为说，我们要去回想，我们要去记忆以前的事情是不容易的，对，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上帝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，这三个方式是让我们得着他盼望的恩典在里面。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就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在路边，其实他们并不是妈妈，你讲娃娃上也可以的。他们脸上就是，我觉得说哇，他们用这种这么妙的方式传达福音哦，就如同他们自己在他们的摊位上面所讲，他们人生可能就是一个破碎的人生，但是怎么样子？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爱，让他们怎么样子，在那个环境当中，在那个困难当中，他们是有盼望的，
以至于他们有盼望，他们可以这几个富人，我看到了就是一小群四五个啊，经营一家很小很小的店，然后在路边，他们可以因为这样子啊，破碎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，这个基础之下，我们讲的盼望来自于神，在这个基础之下，他们这几个在不认识主的或者是认识主的人，在他们到他们店里面用餐的时候，可以看见这家店是有盼望的，他们也因为在主里面成为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啊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恳切的去寻求，上帝啊，你来改变我的环境，你来怎么样，告诉上帝东，告诉上帝西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看我的环境不如意，我看谁觉得不过是很顺眼，你来改变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不如意、不顺遂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向上帝去献上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有可能你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之下，你在祈求上帝使你有得胜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也向上帝来感恩，因为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都要去经历怎么样？去经历上帝的引导。好，上帝同时透过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上帝选召我们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但是我们也要向上帝来去做见证。怎么样子？我们不只是向不认识的人、不认识主人做见证，在基督里面向弟兄姐妹有好的见证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去做一个见证。做什么样的见证？我愿意在你里面常常喜乐，我愿意在你里面与你常连接，我愿意在你里面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、奇妙的作为，以至于我常常思考、常常感谢你的恩典。有时候我们看起来环境是动荡的，是没有盼望的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都告诉自己，不，我要有信心。好像上次我们提到信心，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，要去面对环境，去面对试炼，然后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自己，保险的方式是要多看圣经，将上帝的话藏在里面，这样我们就会得着恩典。但是今天这段经文，上帝再跟我们做一个挑战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在他里面常常喜乐，常常与他连接，常常去思考他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好，这是我们同心的安静，在主里面思想，在这一年当中，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，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是什么？
好，谢谢。